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《麦克斯评论系列》。今天的话要评论的是星系计划。那讲星系计划可能比较好吧，或者 OKTW。反正我觉得 OKTW 其实很奇怪。那它这个伺服器就是一个星系的那个，对，反正是一个很特别的伺服器。那反正看它介绍，其实它还有微张官方页面，这点就做得非常好，OK。对，这点就做得很好，还有内部指令什么的。可是东西感觉算满，还算少，就是还有在开发。但是我现在评论可能有点早，但就帮看啊。好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进去了。哦，那我们现在拿到这个是控制台说明。起来不错嘛，那我们现在啊干，原来是强制讲话，这个是讲，哦哦，你看他那个，哦，他强制性教学还不错哎，这部分嘞，新的信息第一个是免费的，只有成员呢可以变更世界分。哦，这东西还不错哎。对。那我想干嘛？经常控制台，所以我需要是用这控制台意思吗？我要怎么用控制台？等等，晚安。在星船上点开控制台，哦，这个啦，打开光影鉴鉴。那我们现在新增星球。黑暗星球啊，对，什么上开放啊？所以我一开始对，我刚点掉了。哦，可以可以，然后修整用。通，我们的 Wolf 星。那我们现在来到，它应该是一半世界吧？哇，所以这是我的船的意思吗？环境控制系统啊，管理星系。可是这样感觉像是一个那个。现在目前来看，就只是一个简单世界而已。有人懂那感觉吗？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成就部分。
利用凤凰全令凤凰来全力运作，环境控制系统。那什么是环境控制系统啊？我看看。Hello，提升等级？哦，我怎么提升我的等级？诶，所以我要怎么提升？对啊，我要怎么升级它？那回到飞船看看，飞船上有什么东西吗？哇！对对对。哦，哇，里面有自定义的东西耶，哦，好酷哦！好啊，看来我没有资格进去。对，它只有两个楼层。叮咚！我可以用心有教学。对的。大小，真的要重来哦？这样重来的哦。哦。然后重点是他的教学，啊，我升级我星球，让我升级我星球，对啊，我怎么升级它？请问我要怎么升级我星球？我没有环境控制系统啊，是要贡献我的星辰啊。哦，是贡献我的星辰，然后都增加它那个量吗？经验值会获得星辰，升级星辰。还没办法升，目前还是没办法升级。哎，可以升级。然后我再看他们 Wiki 的那个资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做简单的一个，我们就不浪费时间嘛。哦，我拿了一点星辰了。那就建议。嗯？嗯？这什么意义吗？等下，但这样它到底要怎么？它好像还没有，目前还没有升级的功能。那看起来好像这只是，是我的错觉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它的功能太少了吧？你看，我们现在回来之后，我是比较希望能够做升级的动作。哎、欸，有一点星辰了，还是要靠这个星辰去那个升级它的那些功能。嗯，反正目前来讲的话，应该是东西还没有完全开发好吧？因为我总觉得是。星辰，哎，感这个好像那个、哦、星辰这部分的话，应该就是应该是可以扩展它，然后有环境控制系统吧。
对啊，现在目前应该是看起来是这样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它东西都必须要用合成的，所以说还需要在那个在观望，因为它更新速度其实没有说很快。那目前来看的话，是有蛮多东西在这里面的啦。我们一会儿非常看。等等等。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子。这点的话还需要再观望。那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